香喷喷、热乎乎的干姜干拌菜，新鲜出炉，请慢用。干姜干拌菜，请用。这什么呀？这能吃吗？当然能吃了，特别好吃，不信啊？哎，我不信，不信，你尝一口。谢谢你。哎，你就尝一口吧，就一口，就一口。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就一口，绝对特别特别的好吃。来来来，我喂你，喂你。大师兄，张总，吃一口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就一口。哎，大师兄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他要毒死我！你说你肚子饿，我才特意煮饭给你吃的。你这做的什么呀？这能吃吗？比自己做的还可怕。当然能吃了，色香味俱全，怎么不能吃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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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吵这么大声。不怕把师傅招来啊？嘘，梦怡啊，你肚子饿了？大师兄做给你吃。大师兄还是大师兄最好了。你们不吃，我自己吃啊。林大姐。吃饱了吗？吃饱。大师兄，你现在打猎也用剑啊？我新制的剑，随手试试吧。大师兄制的剑呢，当然能用来打猎了。但是你制的剑，哼，切不切得了菜都不知道。哇，瞧瞧你，一定是脸冻着了，嘴都瓢了。来，我帮你去暖啊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就去吧。回来啦！都跑哪儿去了？干将，你给我出来！干将，你给我出来！爹回来了！爹回来了！师傅回来了！我没有说不许乱动我的东西，尤其是这把菜刀，不许碰，不许碰！不是我不打，是外面林子里大猫狗碰的。哦，大猫狗还会生火的，那你干脆让他们给你做饭得了。哎，师兄，哎，救命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是我是我，你帮他是吧？那我连你一块打！哎，救救救我！大师兄不能打，大师兄不能打。哦，大师兄不能打，难道我就能打？对啊，可以打呀。别说了，师傅别生气啊！我肚子都饿死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先好好的吃顿饭，等大家都吃饱了，我们再打干将吧。好主意，爹给你弄饭吃啊！谢谢爹。你去去。哎，千层饼啊，爹可有秘方，得好几种面和在一起才能做成的。那是。爹的千层饼，那味道可是绝了。除了千层饼啊，爹还研究了几道新菜，你们等着啊。哎，好喽，来尝尝我新做的菜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看还是只有千层饼能吃吧。嗯，吃啊。对啊，吃啊，干姜来。吃啊，吃啊，我给你加点。来来来来，我看这个肯定特别好吃。师傅吃，快吃快吃，你也尝尝。大师兄，来来来，吃吃吃。岳父武爷子先生在否？我去看看。我去看看。就这里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干什么？我二人乃越国剑客，是特意来求见欧爷子先生的。师傅，你看，他俩，什么事？您就是天下第一铸剑师欧爷子先生吧？我二人自小听闻您的威名，一直苦心寻访。是啊，寻人呐。是。哎，欧爷子先生，先生，这吴王啊要攻打越国，正抓捕全天下的铸剑师啊，给他锻造武器呢。是啊，如今天下铸剑师人人自危，连寻常铁匠都不敢出门了。大王，这黑金坚硬异常，无法融化冲制，欧爷子的技艺又十分繁复，我等仿造多有不足，实在是难以企及。虚有其名，拖下去。大王饶命啊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所以，还恳请您出山，助我们刺杀吴王，还天下太平。
我年纪大了，跟你们年轻人玩不动喽。来，拿去。这，请回吧，回吧。不是，欧爷子先生，欧爷子先生，师傅已言明，二位请回吧。少侠，你这伤哪来的呀？啊，好像是十多年前那孩子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二位还是早点下山吧。哎，我不是那意思啊。虎兄，虎兄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二位告辞。告辞啊。哎呀，走了，虎兄。我走。他们好像认得我。哼，两个陌生人怎么会认得你？胡言乱语罢了，别多想了，走，回去吃饭。哇！吓死我了！你呀，为什么要跟着我？那，你为什么瞒着我跑出来呀？我。你别管了，快回去。我又不是故意出来找你的，我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件事情呢，你好像还不知道。我要不要告诉你呢？什么事啊？你快说。你皱眉头的样子特别丑。哇，你说丑，你敢说丑？哎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过来。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暗话吗？敢说丑！我这么玉树临风的人，不敢说我丑！别动！哎，跟你没完！你过来！我的意思其实是说，你以后。不要皱眉头了嘛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可以跟我说呀。你还记得吗？师父总说我手上的这个伤疤，是小时候调皮捣蛋造成的。可刚才两位壮士，似乎认得我的伤疤，会不会他们也知道我的身世呢？哎呀，你别想这么多了嘛。也许爹说的是真的，那你就是个孤儿，这个伤疤就……干将，我是莫言。师兄。师兄。你上哪去？我去。我特别敬重刚才那两位壮士，所以我就想送他们两位我亲手制的剑。哎，我也去，你等等我。哎，你跑慢点。哎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能不能慢点啊？哎，再慢天就黑了。两位壮士，听见刚才有什么急事？请留步。啊，在下佩服两位壮士的勇气，特意送上两把。我自制的剑，聊表心意。啊，多谢啊！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还不知二位如何称呼？在下盖地虎，镇河妖。在下干将。哦，对了，刚二位似乎还有话没有说完，而且好像认得我手上这伤疤。认得是认得，只是说来话长。我俩呢，十几岁就被派到吴国去当细作，然后作为吴王的士兵，随他一起去围困欧冶子先生。
剑。不愧是欧冶子，此剑甚好。你若为专诸而来，就请回吧。先生为何不与他致剑？他要的剑不像是防身，倒像是行刺。先生风趣呀、啊！我听闻先生中年得女，我今日也为令爱带来了见面礼。来人！这个人，先生不必惊慌，只是一份心意罢了。我与你爹皆为爱剑之人，此乃是我的佩剑共工，你可喜欢？住手！男孩，欧冶子先生与我孤儿寡母有恩，我怎会让你伤害他唯一的孩子？看向你啊，对不住你啊！师父不想让你小小年纪就背负着如此深仇大恨，杀母深仇焉能不报。二位壮士，请二位带干将一同去刺杀吾王。干将，这不是儿戏。我知道这不是儿戏，不知二位可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吗？说到这计划，说到这计划你们几个小毛贼，还敢谋刺孤！居然还有后手！可不止一个后手！冲冲冲冲！我们这计划天衣无缝。虽说你这连环计挺好的，但似乎有那么几处疏忽。这宫中守卫有数千人之多，王宫关卡更是重重森严，这么多刺客要想轻易的混入宫中都难，更别说是城中的进入国王内殿了。有刺客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即使攻入内殿，众多守卫都想护驾正中，你们就能确保晋升国王吗？更何况让河妖兄假扮侍女，吴王恐怕也难以承受吧。大王喝酒。啥啥？大王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这么奉献的？少侠，那你说怎么办吧。是啊，少侠你有何高见？这宫内行刺多有不便，但我听说吴王有个习惯，每年都在山中举办一场秋猎宴。
干将。哎，这你别……我知道此番行刺异常艰险，若是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师兄，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。我呢，举双手赞成干将，但是我也要一起去。不行。刺杀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不能儿戏。你要是不去的话呢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不去。我你要是去的话呢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想背着我偷偷去的话，到时候跟在你后面的就不是我，而是我爹了。我把东西下，我走了。你莫言啊，你别劝我，我也不会劝你。我在地上捡了个树枝，刻了个发簪，送你。刻了个发簪，还说人家是蓬头垢面的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怎么就不会说话了？什么叫蓬头垢面的呀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还就是蓬头垢面的吧？臭干将，太讨厌了这人！哎，别跑，你给我回来！哎，别跑！小心！我帮你把发簪带上吧。好吧。的一只兔子，哎，快看，多好看！啊，我们能不能先不要管这只兔子？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？我是想说，这只兔子是要在这烤着吃呢，还是要拿回去炖着吃呢？兔子这么可爱，怎么能吃兔子呢？应该要吃你呀！我干将，师兄，你偷了师傅的铸剑石，就不怕我告诉师傅吗？
若师兄真想阻拦，就去告诉师父吧。你要以献剑为名，就得有一把能骗过吴王的剑。可师父遁世以来，制成的剑是有数的，你若盗取，便会被发现，你只能仿制啊。但吴王是识剑之人，这恐怕不是你轻易就能瞒过的。师父的百炼法和剑身自然形成的火凤纹，我尝试良久，也只能效仿成这样。拥有自己的纹样，是极少数优秀的铸剑师才能做到的。多少人都曾想仿制师父的纹样。你这仿制已经相当接近了，只可惜你不足百炼，这纹样还有些浅。这秋烈焰近在眼前，时间如此紧迫，再迟也来不及了。罢了，我帮你再开一个剑草，也许会更像师父的手笔。柯师兄，一直以来你不是都反对我刺杀吴王吗？为什么这次你却愿意帮我呢？你的身世本想瞒你一辈子，但如今你已埋下心结，就算使尽手段逼得你不能去做，你也会为此所困。与其提心吊胆让你和莫爷偷着去做，不如我也同去，还能有个照应。师兄，从小到大你都依着我，那你自己有什么心愿没有啊？我？我看你成日痴迷制剑，该不会和师父一样想要制出天下第一剑吧？我最大的心愿其实是莫爷，我想用一辈子去守护他，要是能和他长相厮守，我想我此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，我和莫爷当然也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，报仇之后能好好生活。你熬了数日去休息吧，这剑我再帮你修缮一下。没事，我再出去练练剑吧。谢谢师兄。我最大的心愿其实是莫爷，要是能和他长相厮守，我想我此生就没什么遗憾。
大王，大王，你先退下。是大王。叫他们进来。快点！启禀大王，小人在山间巡视，见此人行迹可疑，他自称欧冶子，我等不敢随意处置，还请大王明察。起来吧。谢大王。欧冶子是何等身份？不知礼数。是。一别数年，先生竟老成这个样子，姑都认不出来你。要杀就杀，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先生说笑了，姑怎舍得杀你？还是和当年一样，来姑麾下，先生想要什么，除了王位，姑都给你。做梦啊你！哼，姑苦寻你数年，就连先生当年的断剑都细心收藏。来人，这是先生当年的黑金断剑，寡人有心仿制，却是照猫画虎，终究不成。如今重逢，姑将原物奉上，先生瞧瞧，哪个才是你的旧作。怎么，先生连自己的旧作都认不出来了吗？你们也算是费尽心思。此火凤门虽极尽相似，但在姑眼里却有的天差地别。姑深知其得意之作需轮回百炼，此剑最多不够981炼。姑早知有诈，叫你们前来就是想看是何人居心叵测，假冒欧冶子。拿下！连欧冶子都奈何不了姑，就凭你们不自量力！烧山。
师傅有危险。爹，走走。师傅，师傅，你们到哪里去了？爹，啊，师傅，师傅，请吃饭，先跟我们走，之后再跟你解释。吃完饭再说。走啊，师傅，走啊，快走啊，师傅。快跑，走走。欧爷子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姑，求贤若渴呀！这许多年来，姑的诚意还不能打动先生吗？做梦！师傅，师傅，这句话倒是和演的一样。令爱出落的甚是标准。等等。知见吗？我们是欧冶子徒弟，尽得他真传，今日之见就是我们所致。是。师父，年老体力不支，现在之见都是由我们代劳。干将，青云，不能答应他。住嘴！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莫言，你莫言，走，莫言。黑金是一点都没融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你倒是说呀！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要有办法，你行你上啊！不，吴王的制剑期限只剩三日了，你想害死师傅是不是？害死了师傅，你就可以继承师门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还敢说？又耍什么花样？大王，他昏过去了。大哥，这怎么好劳烦您二位呢？交给我们就成了啊！大王有令，这是要犯，一定要严加看管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交给我们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辛苦辛苦辛苦！怎么是你们两个？莫爷跟欧爷子老先生有我们在照看，放心啊。干将，干将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干将，干将。怎么了，进去！你可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两位大哥慢走啊！我的爹可怎么办啊？师父，我是干将，我来救你了。啊！莫言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东西被他们震了。怎么救你自己啊？大师兄呢？师兄还在假装抱吴王之剑，先稳住他，好让我来带你们出去。走，跪呀！已经三日了，毫无进展。我看，先把你那个没用的师弟拉，我先送他上。来人，在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办法。
师傅，对不起，师傅。快，再加火，再加火，快！师傅，你快看，飞机融了！融了，融了！就不甘心。不知道牢房里面不让喝酒吗？哎，大哥，这个夜深了，不会有人过来查了，偶尔喝一次没事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好，哎，来，过来喝酒了，喝酒，兄弟们，来呀，喝点酒吧！大哥让喝酒吧，快过来，酒，过来，来吧，行吧，酒肉。干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傅和莫爷都顺利逃走了，我来跟你会合，就你出去。哎，这剑已经治好了，回去再说。走，走。
师兄，这剑未免你太厉害了吧？群蠢货，拉出去，杖毙！大王饶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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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王！爹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，木爷，你们回来了。干将，师傅，都是我的错，你罚我吧。认错倒快，你们三个谁也跑不了，尤其是你青云，你一向是最稳重的。没想到你这次居然也跟着他们胡闹。师父，是我的错，你放我一个人就好。爹，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不如我们先离开这儿吧。是啊，师父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当年被吴王夺走的黑金剑，师兄已经重置出了一把，这样看我们也不亏了。师父，黑金剑。黑金剑是你铸造的吗？是。你是如何重置这把黑金剑的？我只是用了我该用的方法。你有违天理，大逆不道。是为了救你们，黑金难容，就是瞒不过我，大家性命都难保。我的性命不需要你用邪术来救。真没想到，这么多年，五楼野子竟然教出了一个你这样的逆徒，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。师父，这是什么邪术啊？走入邪路，我今日将他逐出师门，以后不许你们再叫他师兄。用心不正，不配之间。用心不正，那你们呢？不配之间，谁配？我变成这样。不都是为了你们？师父，什么是正路？什么是邪路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没有我，你们每个人统统死路一条！木爷，爹，
二次。
师父死了，他要回来带你回去。师父，回去。师父知道你炼金成魔，他临死前都希望你可以回头。回头。到底是做了什么啊，师兄？你看清楚！不要！做了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现在看清楚了。我们之间恩怨早已经两清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美颜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走吧。母爷，走啊，走。母爷，走。母爷，走。母爷，原先此剑不仅锋锐，更有一种莫名的煞气。近日这煞气倒是减弱了，这是为何呀？此剑以活人鲜血铸就，还需常以人血滋养，方能锋利如新。果真如此，日后要定期捉人来祭奠，孤要此剑每日都光剑如新。
你别看，已经看见了，还剩什么？我小的时候胆子小，连野鸡也不敢杀。你捂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胆子也大了，可我永远都记得，你捂住我眼睛的时候，我有多安心。母爷，我不是故意杀人的。你已经不是我心里的那个大师兄了，那个一直保护我的大师兄，他已经死了。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想让我的大师兄回来，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让他回来呀！我知道，我知道是这剑控制了你，我们把这剑毁了，你把我大师兄还给我，你还给我。你说啊！放下！木簪也想杀人？莫爷！莫爷！莫爷！告诉你也无妨，姑一命青云用百人计剑，姑要让黑金剑发挥到最大的威力，待姑一统天下之时，你们在黄泉路上相见吧。这酒鬼走路不长眼啊！少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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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再喝了！干什么？少侠，什么干什么？你把酒给我！喝了，放开！把酒给我！干什么？莫言姑娘出事了！你说什么？莫爷怎么了？我说莫爷姑娘出事了。真是。哎，少侠，走走走走走。莫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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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这样呢？就那晚，我和虎兄，我们去王宫卧底，就看见莫爷姑娘为了唤醒青云，被汪处死。还好当时我俩心里有数，就悄悄把人救回来了。青云呢？他怎么会让莫爷被汪处死呢？他已经神志不清了。瞧你整天蓬头垢面的，我在地上捡了个树枝，刻了个发簪，送你。你母亲为救我而亡，我父亲也因你而死。我们之间恩怨早已经两清了。我答应你，
一定会炼制出能够拯救天下苍生的剑。少侠，少侠，少侠。少侠，你让我拿这个菜刀干什么？这菜刀可没你想象中那么结实啊！啊！少侠，你可千万不要那么用力啊！少侠，我的胸啊，我的胸是不是？原来如此。哎，少侠，你这天外玄铁菜刀练了这么多天了，不容就不容嘛，你看要不要想想别的办法啊？嘿嘿，少侠，我呀给你做了点吃的，你呢，多少吃点吧。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它扔掉呢？全都是废物。哎，别都是废物。哎，少侠，少侠，少侠，哎，少侠，别少侠，你冷静一点。少侠，少侠，我说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就好了，少侠。哎呀，少侠，你冷静点。你冷静一点。融了，少侠，融了，融了。哎呀，可惜我这千层饼啊，这千层饼可不好做呀，我揉面揉了好长时间呢。哎，这千层饼啊，爹可是有秘方，得好几种面和在一起才能做成的。四少，揉面。漂亮，哎，这模样从来都没见过，有点像龟纹啊！啊，这是少侠研制出的折叠锻打法，好不容易制成了自己的纹样，你这虎爪别碰！嘿嘿。对了，今天传来一个消息，说吴王幼女落水，这沿途的百姓啊都要上龙渊吊丧的。这吊丧肯定有蹊跷。嗯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走。嗯，千锤百炼，终成一剑。莫言，你等着我回来。后面的快点！走走走，走。啊，跟上，老头，快点！后面要跟上，好，好。
快走！快点，快走！郭爷，快点！干什么了？快点！说你呢，快点！哎，少侠，走，这哪是什么地宫啊？走，快点！真可惜你们兄弟情深呐、啊，他现在不过是我的制剑傀儡罢了。各位，今王一死，今大祭一死，同样是死，何以坐以待毙？暴君草菅人命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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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你有傀儡，我也没办法制剑了。杀了他！木爷，你醒了。剑魔所扣了，师父，师父，大师兄，回来吧，师兄，回来吧，老爷，感觉。师兄，师兄，大师兄，腻腻歪歪的，留着这些话下去和你们的师父说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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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爹以前常说，剑有力，能与人相应。魔剑能靠活人血祭铸成。若我自愿以大义殉剑，祈求守护之力，不知能否铸造更强大的剑。不爷。Ha ha ha!